次108课纲的介绍到这边就告一段落啦。如果你还有其他的问题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哦，我们都会想尽办法回复你们的。想要知道更多学业相关的知识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是 K 老师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太棒吗？我已经跟他们讲说，我记得有某些人在觉得说，我觉得他可以讲的东西蛮多。就是那一天，我不是有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里面的数字该怎么写，可以当成整个 course 的一半，或者是三分之一之类。等一下哦，就我们昨天最后新加那部分，你们上有拍到吗？你说鱼吗？吃鱼？不是。那我看一下。哦哦，GG哦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等一下哦。不会吧？哪里啊？等一下你看一下。可是他昨天没有来公司啊。你看一下最后一页的那个。最后一页的什么？哦。挑战108会考数学30分钟满分大作战。开始吧。这么乱吗？来吧，开始吧。哦，对对对，还有答案卷。道具。好，谢谢，好完整哦，很完整。Hello， 各位 K 大家好，我是 K 老师。今天 K 老师要挑战半个小时就完成会考数学题，因为是数学老师，所以当然是要挑战满分啦。而且我可以先，你要全部照着念吗？照着念。好，那看着他就好吗？对。挑战108会数学三。对不起，再一次挑战108会考数学30分钟满分大挑战。Hello， 各位大家好，我是 K 老师，恭喜同学终于考完会考了。今天 K 老师要来挑战半小时写完数学会考考题，因为是数学老师，所以当然是要挑战满分啦，而且不可以写满80分钟。那如果写错的话该怎么办呢？当然没错，就是错一题就要喝一杯苦茶。让我们马上开始吧。压力好大哦，要开始计时了吗？好紧张哦，手都在抖。30分钟还要画卡，还要画卡。我觉得你们太就是这样，强人所难呢。不会啦，老师，我们可以计时。老师，市场太冷了。冷气考场通常都会有点冷。好，没带外套。准备好，预备，开始。什么剩10分钟了？没有啦，还有3分钟。还要画卡，要飞雪哦。还要看做法吗？要这么严格？我做法还显得很好啊。不错，还是严谨过哎。只是多2%，不是多1倍，不是1倍，所以不合理。对，好，第一个是100，第二个是330。口就好，小小的口就好。有眼哦，好近，很。其实我觉得这份考题真的还蛮简单的。第17题是我觉得同学可能会觉得稍微比较难，因为它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比例的问题，然后下面又提到的是平行四边形跟三角形的面积比例，而且数字又比较丑，所以我觉得这一题同学应该也会比较卡。然后第23题我觉得会比较难一点点，因为它同时考了内心跟平行的定义，然后又旋转，同学应该也会遇到一些问题。其实21题以后都是比较难的。26题其实我觉得出的蛮好的，就是它虽然会出现一个比较难算的数字，但是它会很巧妙的抵消，所以其实也不会很难算。最有争议的应该就是非选第二的第二小题，就是这个影子的问题。其实它有考到一点点的理化概念。最后的一题的话，如果你是正确的想法，就是应该是一个相似三角形，小三角跟大三角它们是相似的。那如果你是错误想法的同学是怎样呢？这个影子你是直接把它折下来，就当成这个圆柱的影子，但其实现实生活中它不会这样发生。如果你是选405的同学，你应该就是直接把这个影子折下来，但事实上它并
不会是这样的情况。好，总之呢，今年的数学我觉得是蛮简单的，希望同学都取得好成绩。那如果你是明年要考试的同学，可以参考一下，你可以自己写写看，搞不好你也可以拿到满分哦。挑战成功！最后呢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帮我们点个喜欢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教学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。我是 K 老师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基本上，如果你的观念不要太奇怪的话，应该基本上都会写对。